第十二处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。主基督，我们吟颂你，赞美你。你用赐性格救赎普世。从中午开始，太阳失光，遍地黑暗，直到下午三时，耶稣大声呼喊说：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有一个人跑过来，把海绵浸透了醋，绑在芦苇上，送上去给他喝。那时耶稣又大声呼喊说：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托付在你的手中。说着便断了气。耶稣在断气之前，将自己完全交托给天父。信仰天主，就是将自己完全投放在天主的怀中。我是不是只是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忘记了天主的恩宠呢？我有什么事情想感谢天主呢？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。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受的苦难，信主释放我们，信主释放我们，信主释放我们，主耶稣，因你。